猫儿子，手拿着去，过来。都没
等啊，在哪里弄的？手拿到啊！我看一眼，你看一眼。你笨嘛？你读书白读了。那个要把手塌到吧，搞得人手要脚翻。你耍什么嘛？哎呀，你的手我倒是抠了抠了，还有几把。我今天也休息了一天。这是哪个？喂，这是有的人。啊。那个那个是有的看房打电话，你下楼吧，你要跟我去，你想找钱的嘛？哎。你家是多少钱？你看那个西西，他是跑幺院嘛？在这溜啊，在这放着地去。你哪边儿来？看到外头了嘛？哎，哪边儿啊？哪边儿来的？那个椅子高头，那桌儿来的。看呐，表妹买成人了嗦。那起来看你房子。中介那个他是客官。那个是哲学。Thank you.
钱嘛。你做几个钟头做，时间都没得做到那，要到十二点呢。我做得慢。做得慢，你说我们设计一下就做出来了。你在洗衣的嘛？两点话跟他讲一句。啊，老大，哪去啊？两点话不，哪里嘛？那去呀，小兰。老娘遇到了就去了。遇到你嘛，直了喊你了呀。遇到了去一趟，又不是，又不存在了。我讲你。来去的。猪肉，来去哦。来呀来呀。来呀。再加上面粉，来。来老板。来老板，嗯。走，来你。啊。我要怎么敲？咱两个交通。那个弄得可以啊。能管其他的做。说是机会的。哦，哪能管这？来，今天我来做个凉面，超级好吃凉面，超级好吃。光调料都有十多种。这儿来准备，包括那花生也是。花生小了哇，还懒得剥喂。妈，妈不痛不痛。奶奶你看，别给我奶奶干了的，不痛一点不痛。来嘛，好安逸哦哈，你来嘛，好漂亮不？你还怕痛？哎呦呦呦，哎呀，不是。哎呀，搞笑了还是？这来煮凉面哇，婆婆费点心喽，你说婆婆？谢谢婆婆费点心，你看嘛。来，厂家上班来弄凉面给你吃哈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费点心。高兴啊！哎呀，你高兴了是啊？脖子来的是啊？早去摆摊儿嘛，早送你个搬凉面喂。我先把你凉面煮了来，真的。我们把那凉面煮了来问一下，反问一下，反把二妈他们来上一下。到时候可以的话，是你要去买菜了。你们删了掉，丝袜子剪掉，当老婆了，微微也马上的要结婚了，这条今年也当老婆儿，你还是我这。哦。哦。哎，你去努力哟！哎呦你呀，你努力呀，你给我注意到啊，你努力哟！好了哦，哎，这是我的，三嘛，谢谢。杜军就吃不吃凉面？我要喝。吃不吃凉面？哎呀喝，你要拿点水给他喝，这回去耍个多大劲。吃不吃凉面？三嘛给你煮凉面，不好吃哟。不吃。拿着凉噻。嗯。好嘛，倒一点那个菜籽油。哇，好安逸啊。哇，但是我想的是，不是在重庆摆摊儿，今天可以卖得好。如果真的认可了，到时候都可以，凉面也可以，到时候把调料拌好，都可以给你们，也可以。好爽啊！面。我妈弄那个确实霸道。
洗的时候，看一下冷不冷，说实话，跟你们那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吃的口味跟你两个不一样。你要去，他要去，好得，好吃多了。真的好吃啊！香的。鸡毛。你吃晚饭。哎，快点吃，姐妹。我们很喜欢吃，这是不是葡萄生姜？重口味的，必须吃。好吃。大姨。大姨，穿的早一点，你爱干净，他不爱干净。我来给你们端水了。真的啊，我说我拌的凉面真的超级好吃。今天一天没吃饭，专门来吃的凉面。嗯，哇，好爽啊！哇，就是我喜欢那种口味，辣甜的，带一点辣，带一点甜，微甜哈，不要太甜了，也不要太辣了。该是多弄点的。我去弄大鱼丸出去，那么多人，好尴尬哟。不是，不去，尴尬。你今天辣不辣？不辣呀。我今天没事去重口味。
去呗，哪有去呗？我让他们忙的，我先转一天。你老牛还想种？原来年轻是不种的，你不喜欢吃那个？哎，年轻是老牛吃的，你晓得？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回答的。我还是喜欢吃回答的。我吃的啊，春节。那有时候你低一点了。那140斤不高，你开玩笑。搞不到那个。那我把卡掉了吗？嗯。哎呀，吃吃。冬天就喝完了。哎呀，好吃。帅。我们没有吃那个肥，那个他妈，还有一个他妈，也闷的。哎，我不是他，这个都没来不着啊，我在不着，下个月他来不来着？平常他说，俺就跟着等你到。这个平时，我跟俺屋里，我只是参加两个会，也我可以多花一点啊，再稍微吃一点。你我说呀。来炒起来，一炒嫩嫩的，一点没过。要东西高啊。啊，两百四高啊，相当高。两百四高，你这个卖70块钱，你不能做的嘛，这样。啊，是的，这个肯定是我的会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我买了点鱼。要的嘛，就是。啊，你买了，你看，还得等我拿去。我拿去。爸爸上班都回来了。嗯。耶。
在今年回来的早一点。啊，都是那些都是用，都是不用啊！那你讲是啊，你永远整天都是那些东西的。那女学生，女学生女婿，是吧？我们文艺同啊，我们文村啦，把你问大伯啊，还是来？人家昨天还发起红包给我，嘿，以后啊，有个动啊，要喊到我去剪头发。哎呀，我说不去了，哪个去的热天来着？你看这个头发，这个头发有厚实的，有这个冬天去，也是大嘛呀。哎，他说有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也舍得走啊你。我把这是那个，我把这是四袜子噻。四袜子的还是一盒路大。四十，哎呀，就是一张桌，挣的比还高两桌嘛。这个豆芽吃不完，就满足用来钱。那个嘛，就是走走嘎嘎。老不行，那意思等你俩回到六七两对七六台就心算了噻。趁机玩哪个赚啊？趁机路过慢慢去吧，天不先起得晚呢。弟弟还是老的喂，还说点普通话耶，来吧，来吧，我转转去看弄哈。等一下，我讲，你把这等着先搬出来。上房去，再穿你白妈的衣服。哦，那点白妈。之前为你，我给他们买的时候一岁半，我才买的白妈。长大了我都不得抱了，都是一直牵起他，我抱都抱不起。那要走在路里头牵着他走噻。不是噻，我是说以后走在路都少一抱，多牵他。哎，因为本来我你这都累，我一天抱起我手都好痛哦。一个半夜的大。哥哥哪样嘛？你个没认识哎！你辛苦哒，真的辛苦哒！我把那水吃嘛，你多少没来？多少不来？他那人家说哈，多扯一点，扯七八哈儿。七八晚上是吧？我说你个老不起，老不起晓得周到。烟熏撒点儿，来，点缀一下。来来抱。好啊。去烧嘛，你放嘛，来来去烧。是个哟。哎，电话都没接进去，那那个叫嘛？不是老外籍的。哥，你穷去了！哎呀妈呀，我现在那个哪块了？还是大少林的，还是老大了？我是大少林的。呼一声，我们马上就来。马多的，什么哪样都有，有啥的不要紧，主要的有。感觉好吃。去饭饭喽。专门不洗，早上我起来洗哦。去吧。晓得那么好的菜。哎，那个猪脚啊，那个猪。就是那么吃香的，你弄最鲜起的，新鲜的哒。嗯。我吃过了。嗯。好吃。嗯。哪一个嘛？哪？金宝贝。来。今天吃个啥子日子嘛？来来来，吃啥子吃饭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吃饭就吃饭哈。都是。来来来，大碗点吃哦，你好久得了。欢聚一堂哈。哎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欢聚一堂。哎，啊，啷个？要是早点嘛，我回来哈，好。那天还用你管的，都起来嘛。住两三个人，转一转噻。晓得。这老弟死都是啊，我从前担心那些，说是那个老弟，来嘛，你说嘛？
80岁了都要担心你的后人。但是我的路啊，我的后人，他再一天就担心一天。那个人都是那个，那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在说，我说那个，你说老的说不担心，那担心哪里嘛？你说哪里？嘴巴有什么？嗯，嘴巴在说上完走。哎，还有个伙计没留在脚背上，他都晓得的。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靠西人不好，艰难噻。思想不一样。你看嘛，我们那代可能要自信的，还要靠他看。等他成熟。其实真的啊，我们那代。被九十几年了。我们那代相对来说要跟。就是说对那个子女的话肯定要自私一点，没得爷爷奶奶那么无私，还有你们嘛，没法，年代不一样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嗯，好，我们那些都是过年后头哪个不得干。哎，说心里话，两个奶奶，奶奶先去了个，奶奶先去了，我走到我们那二宝在跟那个两个他去，两个他，一视同仁。哎，他那个人是一视同仁嘛，不是我个人生的啊。又是前年那些人以为奶奶对我最好，其实真的我奶奶是一视同仁，只是他们没在身边。那人是嘴巴那个说话嘛，有时候摆龙门阵那些嘛，跟你。他们那些没在身边的多，我在身边又多。他就好，那个时候说话那些。网友。那些网友啊，那我奶奶对一跟那对那些都好。他是一视同仁。都是说我。爸爸。什么？来我妈来帮那个他五哥哥。你大姐姐嘛？大姐姐来弄饭。我爸爸我去啊，他也离开的。那就是那女婿啊，快去嘛。欢迎你啊！那个都那个简单呐。嘿，咋晓得我来嘛？姐姐哟，你买什么？过哪里去？你乱的，还乱应该的，那是应该的。哎呀，他当外资的。应该的。金丝都是在线咯，那个。哦，我走。没放什么东西。啊，好呀，还能给打完了，还好背呀，哈。哎，宝贝儿喝嘛，有点累哟，喝嘛。我就是想喝。要盐漂盖。可以啊。有盐味儿哈。可以。不好喝都要说可以哈。好啊。香啊，我就晓得那个有盐味。要得，只要你说可以就行嘛。多点几条嘛，反正就接不起而已。有点累哟。哎。想烤火的人肯定多噻。你弄些个锅巴，大家都喜欢吃锅巴饭，他那个人。我晓得，我特别喜欢吃锅巴饭的。大家这个规矩嘛，好去做哪一类些个人？我那边估计那个他都光江西个人。他二楼也可以收噻，你进到屋头里头还是我把他。说的洗漱什么？对头。你把身体教起好才主要的哦。哎，你说你身体才是主要。要嘞，走。
你喝一百岁还来几吃不完的饭呢？走了，舅舅。好，嗯。你看，那个真的是一个循环，一个轮回。你看，小的时候那些妈儿没在屋头，现在老了子女没在屋头，没办法，为了生活那么做嘛。都认识。还要赚钱的嘛。哎，要生活过日子，知道吗？小的时候只要听爷奶奶的话，当父母的都放心。现在就是只要老的身体健康，当后人的都放心，是吧？哎，是的。没办法，为了生活，不然哪个想背井离乡？我们今天就中午简单点嘛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抓点酸菜。要得。吃嘛，我你得。哎呦，黄哎呦，哎呦，辣姜辣姜。哪里姜？哪里？我给他吃那个咸菜好哦。哦。要不要放点海椒面那些喝点皮？哎呀，几元几元屋里吧。好，走走走。桌子有几元几元屋里。哦，半夜昨天的那个萝卜和那个土豆，然后还有点睡没说，半夜有点睡没说，走走走，吃饭去吧。生活简单才是真实，我可以一点都不起那么懒。哎，懒都懒嘛，哪说的嘛？我学习锻炼，以后我是不是要分了？嗯，是。酸儿。不，但是呢，不能不能。哎，那个生日生的好吃，就是取决于爸爸哈。是取决于妈妈还是爸爸？爸爸妈妈嘛，都上嘛，要得。这个问题我还是找不到。不要说，那只取决于一个人，我记不到，我吃不起了。是取决于老汉儿还是妈？那是那就都是一样。我大哥，你看那个妹妹那哈子那条件，我大哥喜欢些。我是说，当通商。第一行是，这是取决于老汉儿嘛，是取决于妈。那有那方面呐，我没得那什么。没找到，这样还修了没有？那还蛮好想啊。